这个人怎么办法懒成这样啊？你跟你的筷子啊！怎么办法懒成这样子啦？这是什么？你手张开。这什么啦？这什么啦？你手张开。啊，我抓你。哎，啊抓啊，你夹东西。没有办法懒成这样子，好，稍等看。不是很方便吗？哦，是是是。这样不是很方便吗？啊，那个面子要干嘛的？那个桌子太脏，我这样放松就放到桌子，所以要这样。